我们有一天就是也是认真的在聊天，讲说，哎，就是你跟我相处开心吗？他问我，我说哦，开心啊。然后他就说他跟我相处也很开心。他就说，哎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？他就因为他好像有觉得我行事历拿出来，慢慢的说，他现在25天了，三十天，那个时候是几天？对啊，那时候其实没几，差不多快一个月而已吧。对，然后我就有跟他讲说，你有心摇摆了一下吗？对，我有摇摆了一下。但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说，我自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我一定会观察一个人两个月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对我的好是真的好，还是只是现在想要一时兴起。对，一时兴起，现在对我很有兴趣，所以才这样对我好。所以我就说我一定会观察你两个月，不然我很怕，如果现在在一起了，你可能很快就会变了，很快就觉得我无聊了，很快就对我没兴趣了，这样。然后他听完以后就沉思了一下，他就说，那不然你不要观察我两个月，你观察我半年好了。哇，当下我很感动。他有就跟我朋友他们讲，讲说，哎，他居然说半年，然后他们说他是不是以退为进啊？你不要中计了。